以及投篮，现场孩子玩得超嗨，各式游戏摊位仪式金光明寺。今年新春活动超丰富，不仅仅来到金光明寺里签佛，还可以看到非常丰富的文化艺术的展览，邀请到许多的这艺术家啊，这些了不起的作品呢，能够在这地方展出。不只有得玩，还能大饱艺术眼福。佛光山金光明寺新春特展邀请艺术家展出包括画作、蓝染、捏面人以及木雕等等，邀请民众走进寺院，体验充实有质感的年节。它总共刻了100匹的马，用我们台湾的牛樟木下去刻的，前前后后历时大概3年多才完成。它最大只的马大概只有3到10公分，最小的马大概1公分左右而已。法师呢，他是用一颗祝福大众的心，所以吃了以后呢，保证大家身体健康、平安吉祥。香酥厚实的素鸡排，住在金光明寺才能品尝到的独特美味。春节连假走出好选择，为全家祈求新年顺利，留下不一样的年节回忆。因为是吴新传新北市采访报道。